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用十公分、五公分呐、啊、为两边，啊夹一个角六十度了，做出一个三角形啊。那么则，第一个哈，这种作图方法是什么做法？就是 SAS， 就两边一夹角 ，SAS， 这种作图。啊，第二个哈。他问说：“此三角形的另外两内角的度数分别多少？”好，按照呢这个六十度嘛，然后这个两边哈、哦、刚好是5:10，那所以呢这个就是1:2。那按照呢那个30、60、90的那个三角形刚好是1:2:3，所以的话哈、哦、这里的话呢等于30度了。这里是等于90度的，而且哈、哦，这一段的话哈、哦，是这一段的根号三倍，哦，5根号3。好，我们晓得说哈、哦，你用那个 SAS 做出来的这个三角形是唯一被决定的。那既然唯一被决定的话，那现在有个直角，那直角三角形的话也满足呢。这些条件的话，所以就晓得这一个三角形就一定是直角三角形，而且是30、60、90。好，所以第二个的话哈，两内角呢分别是90度哈，它跟30度。好，那第三边边长哈是5根号3。